准的。那唱一个什么呢？想想。那我就随便唱了，因为突然唱我也不知道怎么唱。今天早上我从家里醒来，看到熟悉的房间，看着熟悉的看着熟悉的1 2 3 4，今天好开心。这一天，没想到竟然是现在，我好开心今天能够和你们一起度过。垮掉，整段垮掉。其实我平时写歌不是这个状态，因为就是会不停的去写嘛，所以说今天这一段 freestyle 也是临时起意，不知道怎么样，就是临时想出来的这样。那我去换个衣服，准备下楼了，冲，换衣服。那我就把你们放在外面，我去换衣服了。换好之后就来了。